2021年嘅2月18日，我哋今日咧就冇本地确诊嘅，咁啊喺嗰个嘅海外咧，亦都系冇输，系得一个输入嘅啫，喺维省度。咁我哋而家现有嘅活跃期确诊咧就有41个，啊，总共嘅确诊数目就系28,912，咁啊死亡方面冇改变噶。咁咧而家我哋维省呢度亦都解除咗个第四级嘅居家令啦，咁啊，大家而家今日可以咧会恢复翻正常嘅活动，但系咧亦都仍然系请大家咧保持社交距离。